来看一下啊。你这画的啥？就是看不懂啊。我这个今天是怎么画的那个去？哎，这不画挺好吗？这都看不懂。猫团儿，哎呀，猫团儿没有画这么好啊！有毒瘤，这画的也太好了！直升机，我操！这都能猜得出来是直升机啊，空白什么都没，哎，彗星妹妹没画啊，哥哥我卡了，哦，嘿嘿嘿，我操，这刚子大猩猩，我操，刚子，我操，这画画的好。非常不错，非常完美。嗯，这个。权威画的。权威画的。权威画的好啊，红烧肉，没见过红烧肉啊。我操，这是红烧肉吗？冰红茶也没有冰红茶呀，有雪碧。可问号问号问号，好喝。可乐雪碧，就雪碧吧，就这个新飞扬。雪碧，好吧，再给你们开一个这个三百金灯卡啊，一个宠粉模式。平时卡牌子是一块，参与这个是一毛，没卡的可以卡一下。最后两次了啊，最后两次了，今天。雪碧不对，这不瞎搞吗？任务管理器有这东西吗？任务管理器有，这个确实有。任务管理器，我没看到过呀。嗯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关机。对，电脑关机啊。似曾相识啊，他就是想不着。超级人类8月17号才弄完啊，两个月之后。这个暑假的话，到时候就玩玩这个部落，跟找几个传奇私服玩一玩吧。每天晚上，
森林十月份啊，十月份森林。这猜的都是关机啊。886。886。野外露营的话，11月份啊，十一月份啊，大概玩森林的时候去野外露营。太阳，这个是百分百有的啊，这个不会有人错的。全对。这还用猜吗？不是这个月啊，这个我的妈，你们想让我死啊？这个月最近多热呀，你们让我出去我受得了吗？对不对？能不能天气稍微舒服点再让我出去，这太受罪了。我操，太阳还画脸，大家都是兄弟伙，对不对？你们也不舍得让我吃苦吧？十一月份多冷。太阳公公，不冷不冷不冷，十月份刚好。为圆规没有，是钳子吗？圆规钳子，这不剪刀吗？我操！哦，蟹钳就这么来的是吧？有蟹钳吗？有，没有啊？有钳子，钳子有蟹钳，有蟹钳，那是因为刚在跟我学。没有，我写的钳子。你不写的，你不写的哦，螃蟹钳子哦，我操，这个钳子，蟹钳哦，不过都错，这个前面给题目的错了啊，有人猜错了就画错了。肯德基，呵呵，有毒瘤就能看得出来是肯德基吗？是，你看第一个毒瘤就来了。有两根黄毛的头，那个是发光的反光，都搞两根黄毛了啊！这什么东西的？魔鬼！我操！桂仙妹妹，魔鬼！我操！哎，魔鬼画的那么可爱吗？猫腻？猫？哦，奶猫哦，
哎，这不是狗子吗？你看这张脸、啊，熊猫？什么熊猫啊？猫操，这是猫。肯德基变熊猫了啊！这不瞎搞吗？死神？这真不怪我呀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他们猜的都是镰刀。我来搞，这是什么鬼？我画都不会画了。锤。500踢锤，大锤子，我操，大锤子，奇葩的很啊！举重，哎，这个有，我，健身，我觉得我能圆回来呀，看来。单手举，单手举，他，哎呀，他就是举重啊，就是，我去，猫团画的也太好了吧，这也，我操，这我只能猜，杠铃。杠铃，举重好像没有单手的啊，确实，你要有这个实力，单手也行。大力士，英国大力士。妹妹，妹妹，嗯，这个好难画。这个是妹妹 ，M 啊，你这个，你是鸡鸡还是咪咪啊？我操！蝴蝶结，蝴蝶结，
猫头二画的确实不错，确实可以，有我的一半的水准。很可以了，这个年头有我一半的画画水准的人他不多啊，他真的不多。好，给大家抽一个大奖啊，今天最后一个大奖了，最后一个宠粉模式了啊，最后一次了，是是是，抽一台华为平板电脑一台，平时卡牌子是一块，参与这个是一毛，没搞的可以搞一下啊，今天最后一次。水母，你的水母画的 S 回目， S 回目，圈圈，我操！哦，我记得我画了一个36D。哦，然后我看到两个乳头是吧？真变态啊！鸡蛋？啊？不是这个，应该是另外一个。哦。鸡蛋我画过蛋黄，这不荷包蛋吗？对啊，蛋黄啊。来搞嘛，没有消音啊，你们想怎么消音呢？想怎么个消音法呢？寒冰射手，我操，这寒冰射手没见过哎。万箭齐发，万箭穿心，一个 W， 没，一箭穿心，一个 W。说实话，一箭穿心也没有，没见过。丘比特人是什么东西？画个箭，画个心。他应该想画个爱神丘比特，就搞了丘比特人了。我就听说过霍比特人，还有丘爱神丘比特，丘比特人。对啊，权威画画真不行，权威画画真的有问题。我大猩猩画的多，狐狸。看人家狐狸画的呢，火狐，这浏览器，哇，这狐狸，我操，能比吗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嘴巴，吸尘器啊！这都能猜出来，九尾狐。狐狸怎么长了个人脸？这是一把什么东西？杀死人，拿了头，拿身干，是吧？
我能说我忘记你这个长什么样了？这怎么？你忘记九尾狐？我操！全为你这。我想不起来他脸长什么样了。想不起来了，狐狸，你就不画脸了，就画个屁股。本来这把对的啊，变成刺了。我说的没见过狐狸呢啊。大象有。画这么形象？没有。大象也太形象了啊。他必须。哎呀，你们的画风为什么都那么可爱啊？你们的画风，刚说完，什么东西？他这个至少有耳朵。对呀，还可以。你还对呀？我操！你这个是什么？你的耳朵？耳朵被耳朵掉了，没有了。好可爱！哇，你看猫头鹰画的，你看，我操，看这画的，我操！小象，哎，哎呀，这画多好，你看。胸肌哦，这个玩意哦，完了，来了，不好画吧？36D，36D，我操！熊36D，什么？这画了只熊36D，我操！打错字了吧？啊，胸部啊，还好回来了啊。胸肌，哎，慧姐妹妹胸肌。胸肌，我操，这也可以啊，这也行啊，圆回来了。主要是那个熊圆回来了。嗯，那熊确实不错。剁手，这应该都有吧？没有，没见过。六根手指头，这怎么跟脚？六根手指头，我操！剁手，反正我后面有啊。你们不是修指甲吧？全对啊，618，618，啊，
后面都是绿油吧，应该。618购物，我天哪，还不如搞个双十一剁手呢。618又是什么购物节吗？又电商做的购物节吗？唯品会吧，唯品会是吧？好像是。是哪个网站做的？天猫。京东啊，京东，我去。哦，京东啊。京东，京东大促销。哎呀，哎呀，受之有愧啊！我操，你居然是第一啊！可以、啊。受之有愧，受之有愧。